在后面发现一个就是要 race 的家务
一場練習，咁啊經過一場練習之後咧，當然咧佢哋咧就已經將自己部戰車咧，可以話咧已經咧就係、是、有啲咧，我哋頭先都見到落去特登落去呢個車庫入邊咧，見到咧有啲已經喺度維修緊，咁啊好快咧已經係上修完畢嘅。咁睇嚟咧，佢哋咧喺今日嘅下午入邊咧，當然咧佢哋係。呢個賽事咧，咁誒係呢一次咧都係好重要嘅，因為個賽事咁啊，所以咧佢哋呢一大車咧，咁啊喺呢一場誒呢個都係叫做係第二次嘅練習，咁但係咧佢哋嘅練習咧都係可以留俾佢哋喺呢個聽日嘅排位賽事咧準備，咁所以佢哋都好搏命啊！咁啊！呢陣時間咧，剛剛咧見到成大車咧，已經喺我哋嘅我哋叫做賽會嘅大門入邊咧出曬嚟啦。咁啊，我哋喺呢一個嘅賽道上面咧，見到佢哋已經咧全部咧係基本出曬。咁啊，總數咧就係32部車嘅。咁我哋而家咧就係、是、一路咧都可以留意住，係如果睇到大件事嘅朋友，當然啦，喺水旁啊。呢、这個係咪大埋咧？呢、这個邊關嘅嘢咧，大件事喺度咧，都可以喺度做嘅。呢、这個就係啲成大車咧。今日下晝第一朝
個國際泳聯嘅房車世界盃賽事啦 ，Kevin。Thank you， 多謝。
都重開咗呢個國際嘅世界盃嘅賽事車輛咧，已經陸續復翻我哋嘅我哋佢頭先咧停喺度拎拎跌，咁因為咧剛剛之家喺呢個我哋復飛嘅位置時間咧就係轉咗嚟啦，咁所以咧將個賽事。佢哋有時咧，但係而家應該補翻，仲有啲時間俾佢哋繼續，因為咧，剛剛出嚟，唔係太耐嘅時間啊嘛，呢個已經係有意外出現咗咧，咁但係咧，要你咧就有幾分鐘嘅間隔係餘下嘅，係呢一個原則嘅。咁啊，原本咧原定咧就係、是、呢個兩點零五分咧就要完成啦，咁但係可能咧就剛剛嘅意外咧，所以咧佢哋咧就係有比較長。呢個時間咧係會變化，咁因為佢哋一點零五分，呢個咧點四十分開始，呢個兩點零分而家咁樣咧，加大咗幾分鐘，幾萬幾分鐘咧係有時間繼續延長時間，咁所以咧我哋預嘅時間咧就一路會繼續係延後吞落去啦，好或者咧有時坐車咧，永遠都係掌握嘅時間咧就唔係話可以咁快嘅。咁所以咧，呢啲基本保安嘅時間咧係好正常。咁當然咧，佢哋係維修嘅時間咧，就或者係呢個車呢啲等於貨車嚟講，車嗰啲已經更現代嘅車輛嘅車嘅時間都要一段時間。我而家見到架59嘅車咧，已經都係做保安嘅啦，咁喺度咧，我應該都唔錯啦。咁啊，多謝曬，咁啊，唔得多。我覺得呢個位置咧就係喺比較中間嘅位置啊，咁所以咧係影響唔到後面啲車啊。咁啊，有啲車都係要出現嘅一個情況。
Here we go.
想大家啊，就是跑步的安全感觉是第一，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对，然后就是大家都要保持这种状态。好，那在一方面呢，我们就要保持大家的这个分散注意力，让自己这个分散注意力。为了自己的目标，大家是要分散注意力，分散。目标的话，就是自己大家为了分散注意力。Thank you.
下一片来回的转轴，Attention, pit lane, gear cars, there will be no restart to this practice session. Gear cars, no restart for this practice session. Thank you.好啦，嗱，佢剛剛亦都公布啦，咁啊，呢一場嘅國際汽聯嘅港車嘅世界盃，即係我哋太平集團澳門東港聯大概呢啲車輛咧，因為時間都差唔多，所以咧就冇得再重開㗎啦，咁啊要等下一場開賽事。咁下一場咩咧？就太平集團澳門東港聯大概三級方程式，嗰個國際聯嘅三級方程式嘅世界盃，第一次嘅排位咁啊。这个三个方程式呢，而家三个方程式差唔多，我亦都有分有点子嘅。唔关呢个，我前边咪咧有三个方程式嗰边嘅，啊好重要噶。后先嘅只有2.08，咁啊睇嚟好窄嘅，今年嘅三级咧。我哋一路打到啦，会唔会到呢个2.05咧？有冇机会咧？一停单都做点办咧？系咪佢哋后先啊？不如就。Thank you.